海的天气特别好，阳光明媚，温度也特别适宜，朋友就推荐我来看一个展览，所以今天我就来看一下。温度也比较暖和，所以呢就穿一下我新买的大衣。为什么会穿这个？因为新买的一次都没穿过。好，因为我也很少出门，然后有机会就穿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大衣当时买的时候很好看，因为这种天鸟格大衣很多嘛，但它特别的点，我觉得它是一个袖子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，我觉得就还蛮值得入手。里面就是随便衣橱里面掏了两件衣服，这 T 恤是这里挺可爱的，也是买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穿的马甲，随便拿一条牛仔裤然后配了一下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很随便，然后穿得很舒服。可以看着这个导览册，然后边看展览边完成一些，就是根据指示做一些就是剪纸啊，还有图画类的东西。我贴心有给儿童的，有给成人的，所以儿童来看的人挺多的。嗯，还有互动呢。对，找到的物品放到这个空白格子里。嗯，这个很少，其他一些换的。只有一份这个。这个展览还是非常值得来看的。马蒂斯的地铁站，剪纸的那部分，根据每一期不同的艺术家来换名字吗？我们做过两次，还有一次是一个樱花地铁站。哦，这个还没有。马蒂斯的地铁站，那有马蒂斯站吗？看展结束了。还有多久？我们走了六座桥了，还没到。这导航怎么回事？他居然还在导航。我们最起码有走了一共，我们从天亮走到天黑。咱们还有一个第七座桥了。这俩桥挨着。我两桥都给你算一座桥了，前面就第八座桥了。